感谢卡西提可调室内灯赞助播出。Hello， 观众大家好，我是白同学。白同学，今天来拍三百片，怎么样？相信有在长期白同学追踪、近战翻金，就知道白同学要拍什么招。没错，今天要来挑战曲肘后半段。这个曲肘，我们要开始安装培领之后，哦，前戏的话，这个油盘里面很脏，有那个摩托车的那个师傅跟保龙雪建议说里面一定要洗，我跟他发现真的要分享给你看。开始，来，好，恁看什么叫做油盘里面的脏污，仔细看一下哦。我先这样拍，看能不能拍出里面的那个脏东西哦。看不到，好来，反正它里面就是有残留一些肮脏机油就对了。哦，伫内底遮，我用互你看，你会知。所以你若讲，哦，这错啊错啊错啊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所以我讲这，有迄个师傅咧甲我建议，真正真巧。甲一间甲我建议，我无啥会记啊。哦，你看，啊，所以这个你如果不知道的话，安装下去是就 GG 啦，有无？做垃圾你有看？你看，惊死咧，非常脏啊。不够乌的，好来，我们要用这个泡沫清洁剂，哦，直接把它清洗。哦，另外，有乌哦，这里也无清，我倒了哦，发了到最俗的。你看。你看，所以讲隔行如隔山就是安尼。这毋知是先清车的，还是一种迄个啥？黄小胜甲我讲，我无啥会记诶。哦，就是这样子。来，继续。哦，啊，这用泡沫咧清较清气啊。全要了。哦，你看，真乌哦，惊无？啊，好，啊，这一般爱会溶解，溶解一段期间，哼，现在要开始清啊哦，来哦，这个打开，好，开始喷，哦，那个喷落，这个喷落。这叫喷到，我惊到，不要洗啊！所以就不要洗。啊，这个做来，放大，这个它也是等于杠壳，它只是说泡沫式的，这要较远呢，很危险呢。哦，这我先洗掉，这用到出来那个咬下去脚会痛的哦，所以这安全起见来做好洗。好，来，咱这么过来看，这先刮胡膏的哦。过一届哦，第二次哦，清起来了。好，过来加一捆好了。好，远一点，先远一点射。我都唔知大个喷落去，满面全豆灰啊！哦。啊，最后干式的、湿式的这转转，哦，那个叫垃圾，有没有看到前面的那些黑汤？哦，较远的，所以这师傅咧讲爱听。
做这油盘还算失败呢。好，再来，一二三，再来一次。哦，够吵的。换姿势。好，来继续来检查一下，那个小花乌乌的，把它再清干净一点。所以这前置作业的用足麻烦的。这叫做油盘的清洗，所以白龙雪的片你爱看啦。你若讲要真正干那快转，你都看做一节整好啊。你这些过程，我是觉得这个叫我拍第二个，我嘛无想要拍。啊，所以我是习惯一次把它拍到位。啊，爱看的同学，我欢迎你来看。所以不要吹说那个片子太长或怎样。来，啊，这个东西吼，一般你们不会去接触到啊。啊，这是我咧拍这 DIY， 我就是要甲拍成经典。白龙雪只拍经典跟废片两种。哦，差不多啊。哦，最后。再干喷，这我敢是嘛免洗啊，上清气。只是讲，哇，你就是看自己的龟毛程度而已啊。啊，这一般你啊，机车行专业的人拢会用迄个擦油帮你清。啊，这是好加在迄个啥？那敢那先进车的头家甲我讲的，我才知影要清，无我唔知。好，过来。伊尾又甲我赞助一寡物件，即届甲先进车的头家掌声鼓励鼓励。啊，其他的无，规粒顺续来去污一下。来去污一下，啊，我去污习惯用钢壳，因为后来就要开始在装培林了。来哦，唔好高潮啊！姐，这尾还佫滴一挂牛油的，好。好 ，OK， 来，好，差不多了。刚刚就袂当洗呢，靠哟！姜才袂当洗，假熬呢，歹哦。怎么内底完全拢无油？我要来滴一挂油落，啊，无落就会熟去。来，再打气一下。来，穿啊差不多啊哦，咱过来看一下，照讲应该卖洗多假熬的，哦，很干净了。是这个可以当去洗的，但是我是感觉唔免来旧毛的。另外是要去洗一下，无紧啦，清清的就好了。这个干洗就好了。干洗。
啊，落到现在它里面没有油了。哦，没有油的话，我们要把它加一些润滑油进去，再个喷一下，再靠味大十。来，再测试一下。好，安尼塞啊，来。好，然后落到这边，这个很重要哦。好，倒一挂机油落，奥特那的哦，奥特那有甲赞助机油哦。啊，我无迄种沾油的啦，我就先用这种方法倒的。好，安尼，甲倒一挂落。它现在这边在转，哦，涩涩有无？哦，它里面完全没有油了，应该是对这落的。不要洗啊！好，安尼就好了，较袂过油通通。哦，有了，进去了，进去了。其实我去遐洗洗，毋知假牙哦，洗一下假牙来靠腰。哼，你看头壳嘛，中做怪声，我就真正靠腰啊。所以有的时候弄巧成拙呢，我感觉这遐洗遐假牙呢。啊，但是照讲伊嘛是内底咧润滑呢。好了啦，无声啦。好了啦，哦，卖叫，哦，没有声音了。好，这样后来就可以开始来止伤了。哇，你搁听者，我们说这机油是有效的呢。它里面那个热蜡主要是长条状的啦。好啊，这个。阿索比哦，正常嘛。那这样的话，这个曲轴就算保养好了，就可以开始直上了。好，啊，这个切落打。哦，所以讲这拍奖品哦，是来讲真嘞，真正一次成经典呢。哎呦，你娘，我这边啊，靠，我做机油那个七条的呢，四条倒倒来，靠腰。啊！这我做机油倒下，哦，我爸个嘴啊，我啊，无要紧啦，反正就先这样子了，再想办法，应该还好了，再回放一些影片就好了。惊到那个曲轴有做那个，那个啥印机器啊的那个，那个啥记号怎么去啊洗掉的，这声电缆啊，无要紧啦，我再去看进前影片就好了，好。这个就是简单的分享这个哦，洗油盘的这个把片要分享给同学，不要洗啊。